请那个本委员会的委员今天互推一个临时主席。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哈，请主秘报告出席委员人数。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现在开始开会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会期第21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请问各位委员，那边。立法院第11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第21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3年7月8日星期一9:00至10:04，中华民国113年7月10日星期三9:00至12:19，地点群贤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林德福等14人，内席委员谢一凤等8人。列席官员113年7月8日及10日，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彭金龙，数位发展部政务次长林益进等，主席郭昭吉委员国文。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邀请中央银行杨总裁金龙就数位货币发行之规划与货币之数位转型，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彭主任金龙，数位发展部就创造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空间与扶持金融科技业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彭金龙、数位发展部政务次长杨林益进分别提出报告后，继而委员林德福等14人提出质询，均经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彭金龙等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讯，请相关部会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李坤成、杨琼英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部会以书面答复。宣读完毕。请各位委员对该次议事录有异议？没有。没有哈。好，没异议，我们议事录就确定了啊。好，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报告事项：本院秘书长函为第11届第二会期本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相关事宜，又经本院人事处提报本院第11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在案。二、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序号：1号罗明才，2号林德福，3号赖世宝，4号严宽恒，5号李彦秀，6号陈玉珍，7号王宏威，8号吴炳瑞，9号郭国文，10号赖慧仁，11号王世坚，12号李坤成，13号吴丽华，14号黄珊珊。宣读完毕。请议事人员宣读选举事项。选举立法院第11届第二会期本会召集委员，宣读完毕。没关系，我们照那个。本次会议进行第11届第二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采无记名单计法票选召集委员2人，请推举。好，我们今天选召委要推举以下数位人员哈：发票员、唱票员、计票员、监票员。那请大家就是发票、唱票、计票、监票。来，赖委员。赖委员哈，监票你记一下。发票员有没有人愿意自愿担任发票员？可以兼任吗？不然当就一个人留还是可不可以兼任？有没有人愿意？发票应该也是，你要赖委员你要顺便发票，发票顺便监票的。好，那唱票跟计票啊，我们派个人。好，燕秀可以吗？好，唱票跟唱票哈啊，计票呢也是你啊，好，发票就是赖慧仁委员，唱票就是李燕秀委员，计票就是李燕秀委员，监票就是赖慧仁委员。好，各位委员对以上人员有无异议？没有，没异议就通过了哈。来，那请点验空白选票总数及查验投票票柜。
发票员代委员哦，你看一下这个选票的总数，议事人协助一下。啊，陈义正的，对对。好了哈，赖委赖委员哦，赖委员这没问题了哈。监票员也是赖委员，请检查一下投票票柜。算一下票数。好，向委员会报告，选票总数及投票票柜经相关委员查验结果均无异样。那请议事人员将这个投票票柜加贴封条，哈，贴好了哦。进行投票前，主席宣告，本次选举投票及完投票哦，投到11:45哦，然后接着我们就马上开票哦，即完成开票时间。啊，如果对投完，但是黄珊珊没来。你这样讲，因为黄珊珊不会来，他进你就一定要到11:45。那他在美国，对，觉得说你就定一个时间比较短。对。啊、哦、好，比如十一点，好，大家同意吗？几点？同意了，同意了，同意。要定几点？时间再定。来，王浩威委员，要定几点？投到什么时候？因为黄珊珊委员都要知道他在美国。他在美国啦，对啊，等他，不用等他。在美国，他在美国。我觉得10:00，我们用。10:00。10:00不行啊，因为有的人不一定10:00以前问的。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还在。黄珊珊委员有没有请假？啊，会请假吗？会请假是不是？啊、他会请假了哈、哦，他肯定不了。那我们就投完就可以，也是可以马上开票，好不好？对，11:45。那如果黄珊珊委员请假，投完就可以开票。对对。好，等下我宣告一下，我们就是投到11:45。那如果黄委员请假的话，那所有的委员投完，我们就马上开票哈，这样比较节省各委员的时间哈。好，以上，好，现在就可以开始投票了。黄珊珊委员的加单已经到了哈，所以全体委员哈，除请假人如果均已完成投票，随即进行开票。开票结果以最高票及次高票者当选，若票数相同，抽签决定。现在进行投票，请各位委员依序领票及签票。
王世坚委员，你这么想投给我，早点来也没有关系、啊，好吧？那我们要订便当是吧？没有，今天一样没有便当。你现在也一样没有便当，你要负责买便当啊。对啊，今天没订便当，他要订啊。他说为了大家，他自带便当。哦，这么多啊。这都是传染病的那些哈，不要盖错，陈义珍，不要盖错，十号，陈义珍对，盖陈义珍就可以了，啊，这没有最后拉票时间，可以继续拉。陈义珍几号？看一下，你能看不掉，要给我看一下，盖我。感谢世坚委员。请投几号？不是几号？六号，跟他魔音穿了。六号，陈一真，陈一真呢？六号，陈一真，你不可以再暗示六号。我们再等一下，不要急，我们要报给人事处。没盖错吧，陈一真啊，不，陈一真再盖一次啊，也可以的。哈、啊，表现你公正不阿的那个个性，好像真的是投给我。你要看一下、欸，我们没有监票，给我看一下。陈一真哦，好，谢谢。等一下，我可能会多一票。
再从第八开始。第八开，终于，王世坚已经投给我了，来，他受我魔音穿脑，来，现在进行开票，出席委员经已完成投票，哦，好，然后请唱票员李彦秀委员、计票员李彦秀委员、监票员赖文委员就位，好，唱票时请唱票员逐一唱票，请计票员附送，就是你啊，你要唱两遍哦，跟仔，哦，意思你要协助哦，好。好，开始了，开票了。要请我吃饭。好，没问题。但是选举结束了，这样，七票当选了。对，王世坚投给我，我投给你，王世坚投给我。好，来，我们宣布各委员得票数哈，如统计表哈。陈玉珍委员七票，赖慧文委员六票哈。宣告当选人员陈玉珍委员、赖慧文委员两人当选第十一届第二会期财政委员召集委员。谢谢大家。本次会议议程已经进行完毕，散会。